老公，你干嘛不起来吃饭啦？来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上油锅没？你这油锅工厂怎么？肯定是有点毛病。你眼瞎呀？你没看见小炒牛肉、红烧鸡腿、麻婆豆腐，还西红柿鸡蛋汤？你赶紧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吧。行，我先清醒。不然你以为呢？因为你很年轻啊，天天都叫打游戏，好玩吗？等下吃完饭，你带我去医院看一下。去医院干嘛？刚刚这么一发飙，我看我被人看到。我说了你眼瞎，还不承认？我还能分炒吃，炒吃多吃一点。嗯。不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吃后碗，不吃洗碗，今天你洗碗。到去医院吧。哦，他那边有大鸡腿。吃饭了。来了。来，让我们吃这个荞麦面皮。好。哎，老婆，你不是喜欢吃鸡蛋吗？我这边给你吃吧。我吃你这份。鱼儿上钩了，等下有好戏看了。我吃慢点，现在都隐约看到大鸡腿了。啊，真香啊！这个面皮劲道爽滑，麦香味十足，真不错。你怎么吃那么慢呢？我吃完后呢？吃完吃完。铁子们，我吃的这个是荞麦面皮，它里面是黑麦、全麦、低脂、A 油炸的。买回家的话，不用煮，开水泡五分钟，加上自带的调料包一拌，吃起来劲道爽滑，麦香十足。家里小孩、老人都适合吃，链接给你放在左下角了。想吃的可以去下一单。他吃好了，到我吃大鸡腿了。你在下面尝尝大鸡腿，你以为我知道啊？哎，假的呀！以为真的在我这里啊？嗯，吃饭了？来了。老公，你吃鸡蛋吗？我不吃。不是，不是我吃。